ஸோ உங்கள் மக்கள் வீடியோ எப்படி பார்க்க போகிறோம்னா டீமன் ஸ்லேயர் சீசன் 3 எபிசோட் 3 தான் பார்க்க போகிறோம். ஸோ நேற்று நான் வீடியோ போட்டிருந்தேன், எபிசோட் 2 ஓட ரியாக்ஷன் வீடியோ போட்டிருந்தேன். அது சில பேர் கமெண்ட் பண்ணியிருந்தாங்க சீசன் 3லேருந்து வேற லெவலில் இருக்கும், சி ஐ மீன் எபிசோட் 3லேருந்து வேற லெவலில் இருக்கும் ப்ரோ, ஆக்ஷன் ஆரம்பிச்சிடும் அப்படின்னு சொன்னாங்க. அதுக்கு தானே வெயிட்டிங்கே நம்ம எபிசோட் 2 பயங்கரமாக முடிச்சானுங்கல்ல. ஸோ வாங்க எபிசோட் 3 பார்க்க ஆரம்பிச்சிருவோம். டக்குன்னு உள்ள பூந்துருவோம், இதை பஃபர் பண்ணி முடிச்சுட்டோம் தயவு செஞ்சு. ஓகே ஆரம்பிச்சிரு. ஓகே ரைட்டு, ஓ ரீகேப் போட ஆரம்பிக்குதா? ஓகே ஆரம்பிச்சிடுவோம். ஸோ 3, 2, 1 கோ. அல்டியா அது? とか誰も手入れしてないし知らなかったし、すみませんぬか喜びさせて大丈夫気にしてないよ。いやー炭治郎さん、炭治郎さんごめんね。あっなんだ、誰？鋼塚さん？話は聞かせてもらった、あとは任せろ。何を任せるの？何するんですか？俺に任せろ。話し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何で持っていこうとするんです？いいから俺に任せろ。突然現れて任せろと言われても意味わかんないですよ。任せるんだよ。いやこれ小鉄くんのですから。任せろ。俺鋼塚さんに会いに来たんですよ。どこにいたんですか？任せろったら任せろ。いやだから何を任せるんですか、説明してくださいよ。俺に任せろって言ってるだろうが。大人のすることじゃない。少年たちよ、鋼塚さんの急所は脇です。ここを狙うのです。金森さん、ご無沙汰してます。あ、お久しぶり炭治郎くん。鋼塚さんはくすぐられるとしばしぐったりしますので、私から説明しましょう。鋼塚さんを許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ね。彼はね、山ごもりで修行していたんですよ。修行？そう、君を死なせないようもっと強い刀を作るために。おお。素直に言わないけれどね。俺のため？君はずっと鋼塚さんに刀をお願いしてるでしょ。嬉しかったんだと思いますよ。この人剣士さんに嫌われて担当外れること多かったから。そうなんですか？人付き合い下手すぎなんですよね、この方。だから未だに嫁の来てもないんですよね。あ、復活しましたね。この錆びた刀は俺が預かる。鋼塚家に伝わる日輪刀研磨術だ。見事に焼き上げて心臓。じゃあ初めからそう言えば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一言、信頼関係もないのに任せろ任せろって。バカの一つ覚えみたいに。
じゃこりゃ。もう一回詰めろ。脇です。இதெல்லாம் பாக்கும்போது எனக்கு தெரிஞ்சு இந்த சீசன்ல வந்து சொரேமதேவா கோன கதனாவ ஸ்கட்டர். ஓ Black and Red வேற லெவல்ல இருக்கு.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が昨日あってさ、刀の研磨が終わるまで3日2晩かかるらしくて、研ぎ終わるのが明後日になるんだ。その研ぎ方すごい過酷みたいで、死んじゃった人もいるとか言ってて心配だよ。絶対覗きに来るな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だけどさ、見に行ってもいいかな。知るかよ、出てけお前。友達みたいな顔して喋ってんじゃねえよ。え、俺たち友達じゃないの？違うに決まってんだろうが。てめえは俺の腕折ってんだからな、忘れたとは言わせねえ。おお、あれは女の子を殴った玄弥が全面的に悪いし仕方ないよ。下の名前で呼ぶんじゃねえ。このおせんべいおいしいよ、食べる？すぐ、いらねえっての、消えろ。あれ、歯が抜けてなかったっけ、前歯温泉で。お前の見間違いだろ。見間違いじゃないよ、歯取ってあるから。なんで取ってんだよ、気持ち悪いやつだなてめえは。いやだって落とし物だし返そうと。正気じゃねえだろ、捨てろや。出てけ。ああ、やっぱり அழகா வரையிருக்கானுங்க அப்பா. என்ன சொன்னா, நான் இன்னும் செக்யூர் ஜெனிச்சோ மோஷன் சீசன் நெருக்க மாட்டாங்க போலன்னு சொல்ல வந்தேன். ஐ திங்க் ஸோ இந்த சீசன்ல それからこうして。玄弥はなんであんなにずっと怒ってるんだろう。やっぱりお腹空いてるのかな。明日の朝玄弥をご飯に誘ってみようか。禰豆子もいいと思うか。お風呂は一緒に入ったから次はご飯だと思うんだ。玄弥ともっと仲良くしたいな。三つ編み難しいな。禰豆子が好きな甘露寺さんとお揃いの髪だぞ。禰豆子、今日は月が綺麗だな。お風呂くてやるけど。リームの名前もプルサイル、ティリンダー、スルキー、クティア、ウルブチンダー、カリトル。ちょっとのんびり長湯しすぎたな。明日も早朝から作業だってのに。ん？壺？さっき上がっていくときはこんなのなかったけどな。危ねえな、誰だこんなところに壺なんか置いて。おお、あま。இங்கேயும் பார்த்த மாதிரி இருக்கேன்னு யோசிச்சேன். அப்புறம் மூணு டீமன் தானே இது. எஃப்பு அப்புறம் ஃபைட். やはり山の中の刀鍛冶の肉など食えたものではないわ。だがそれもまたいい。しかしここを潰せば鬼狩りどもを確実に弱体化させられる。急がねば、急がねば。玉子のおかげで里は見つかったけれども、あのお方はお怒りじゃ。はよはよ、皆殺しにせねば。あのお方に立てつく者ども。ミュージックだや、ミュージックだや。おお、ウェレレレレ。
இந்த கேரக்டர் ரொம்ப அழகா இருக்கு, அந்த ப்ளூ கலர் செம்மையா இருக்கு. おっさん、できたか？いねえのか？兄貴、俺は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Sorry。金森っていう刀鍛冶知らない？ああ、トキトー君、どうしたの？何？あ、いや、その前に今、俺の鼻つまんだ。つまんだ。反応が鈍すぎると思う。いやいや、敵意があれば気づきますよ、そんな。まあ、敵意を持って鼻はつままないけど。金森さんは知ってるけど、どうしたの？多分、鋼塚さんと一緒に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な。金森は僕の新しい刀鍛冶。鋼塚はどこにいるの？一緒に探そうか。なんでそんなに人を構うの？君には君のやるべきこと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の？人のためにすることは結局巡り巡って自分のためにもなっているものだし、俺も行こうと思ってたからちょうどいいんだよ。え？何？今なんて言ったの？今え、ちょうどいいよって。ねずこ起きたか。痛い。一緒に鋼塚さんとこ行こう。その子、何かすごく変な生き物だな。え、変ですか？うん、すごく変だよ。なんだろう、うまく言えない。僕は前にもその子と会ってる？前もそうだったのかな。なんだろう。俺も知らないよ、ディーマンね。お、誰か来てます？そうだね。なんだ鬼なのか。ああ、いい can sense だ。鬼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目視するまで気づかなかった。この鬼、間違いなく上弦。霞の呼吸、死の方、イリュギリ。早い、仕留められなかった。やめてくれ、いじめないでくれ、痛い。気遅れするな、大勢人を殺している鬼だ。そうでなきゃ柱の攻撃を避けられない。火の神神楽、当たったか。なんで反撃してこない？上弦じゃないのか。レスコ、その姿になるな。鬼化が進むからやめろ。おーり、首を。早い。でも上弦は首を切ったからといって必ず死ぬとは限らない。トクト君、油断しないで。オッケー。分裂。一方には頭が生え、もう一方には体ができた。
後ろは俺が同時に切れば。またビルディングボチや。楽しいの。豆粒が遠くまでよく飛んだなあ、赤道。何も楽しくはない。わしはただひたすら腹立たしい。辛くお前と混ざっていたことも。そうかい、離れられてよかったの。またこいつらも首を同時に切らなきゃダメなのか。ホーリーシュッ。なんだこれは。あの尺上、まず意識が飛びそうだ。屋根に誰か。剣や。なんだあの武器は。銃か。日輪刀と同じ匂いがする。一匹仕留め損ねた。これは楽しい、面白い。初めて食らった感触の攻撃だ。ゲイヤダブラ、どんなに強い武器でもこの鬼は倒せない。切ったら切っただけ分裂する。若返ってる、強くなるんだ。首を切らせるのはわざとだ。この鬼は首を切られることに頓着してない。つまり首は急所じゃない。4体に分裂、再生が早い。規則性はないか。どこが一番早く治る。急所は必ずあるはずだ。探せ、見極めろ。何か分裂して4体のはずじゃ。喜ばしいの。分かれるのは久方ぶりじゃ。この鬼は飛んでる。能力が4人とも違うんだ。ネズコ、俺に構うな。ゲイヤを手助けし。悲しいほど弱い。助けろ、頼む、急げ。人の心配とは余裕があるの。火の神神楽。やるの、これはなかなか喜ばしいぞ。枝につかまれ、枝に。早く立て、立ち上がれ。里の人たちも危ない、守らなければ。くそ、体がしびれてる。耳も聞こえない。かなり飛ばされた。早く戻らなければ。鬼と子供、子供、刀鍛冶として技術も未熟なはず。助ける優先順位は低い。気配からしてあれは本体ではなく術で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ここで足を止める理由はない。里全体が襲われているならまず里をさ、技術や能力の高いものを優先して守らなければ。今やるべきは上限の鬼を抹殺して里を守ること。未熟な刀鍛冶の卵一人助けたところで。人のためにすることは
巡り巡って自分のために。These are when animes skew seriously. 逃げろ。本当。I love this guy, but swag, Vara Mori. Continue. Let's continue. இது முடியாது. Chance இல்ல. I can't leave it just like this. I can't leave it just like this. நான் அப்படியே கண்டினியூ பண்ணுறேன் ஃபோர்த் எபிசோடு. எடிட்டில் நான் பார்க்குறேன் எப்படி நான் இல்லை ஒரே வீடியோவாக போட போகிறேன்னா இல்லை ஸ்ப்ளிட் பண்ணி போட போகிறேன்னு தெரியல. பட் நவ் ஐம் கோனா கண்டினியூ வித் சீசன் எபிசோட் ஃபோர் சீரீஸாக. இது வந்து சூடு பிடிக்க ஆரம்பிச்சிச்சு, மரண சூடு பிடிக்க ஆரம்பிச்சிருச்சு. நான் அப்படியே கண்டினியூ பண்ணுறேன். ஸோ அப்படியே நான் இந்த இதை கட் பண்ணிட்டேன்னா இந்த வீடியோ அவ்வளோ தான் கேட்டு லைக் பண்ணி கட் ஷேர் பண்ணி சப்ஸ்கிரைப் பண்ணி. ஸோ அடுத்த வீடியோவில் பார்ப்போம் அப்படின்னு சொல்லிட்டு முடிச்சிருவேன். அப்புறம் நான் வந்து முடிக்கலைன்னா வாங்க இப்போ பார்த்துருவோம். ஸோ 3, 2, 1 கோ. ஐ 3, 2, 1 பஃபர் பஃபர் எதுக்கு? ஆ ஓகே. ஸோ 3, 2, 1 கோ. ரொம்ப சம்பவம் அதான்.人のためにすることは巡り巡って自分のために。The realization that anime gives to love at a level.逃げろ。本当。スタイルよ。邪魔になるからさっさと逃げてくれない？壺から力を得ていた。やはり血気術で作られたもの。あ、パウンのエドオールバイティポイントエンギョーにいるけ。ありがとう。死んだと思った。俺死んだと怖かった。コブ頭とか言って悪かったよ。ごめんなさい。コブ頭って僕のこと？こんなことし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や。僕はもう行くから、あとは勝手にして。待って、金森さんも襲われてるんです。助けに出た俺も化け物に襲われて。鋼塚さんが刀の再生で不眠不休の研磨をしてるから、少しでも手を止めてしまうともうダメなんです。どうか。いや、僕は。君は必ず自分を取り戻せる。
無一郎。は。混乱しているだろうが、今はとにかく生きることだけ考えなさい。生きてさえいればどうにかなる。失った記憶は必ず戻る。心配いらない。オッケー。きっかけを見落とさないことだ。些細な事柄が始まりとなり、君の頭の中の霞を鮮やかに晴らしてくれるよ。喋ってると舌を噛むから。これは正しいのかな。こんなことしてたら里全体を守れないんじゃ。いや、できる。僕は親方様に認められた鬼殺隊、霞柱、時任無一郎だから。ஊசும் சேரி இறங்கியிருக்குங்க, தெரியுது. மதை கிட்டே சிமட்ட. ஓ ஷிட். சரணி ஃபியஸ்தே சிமா. ஒன்னஜி நாமே. の威力が落ちてる。おそらく強くなっていく分裂は無限じゃない。ちらりと見えた口の中の文字、喜怒哀楽、その4体の状態が一番強いんだな。それ以上分裂すると弱くなる。一体だけでも早く禰豆子と玄弥のところへ。鬼は刺した口が消えた。やっぱり分裂もここまで。どうだ俺の爪は。この速度、切れ味、金鉱石をも砕く威力だ。歓喜のしぶきをもっと上げてみせろ。うん、なさて。お前もな。தலையவே பாதியா வெட்டணும். やってくれたな。禰豆子と玄弥のところに戻りたいのに、どうすれば。禰豆子、耐えてくれ。足を脱いでしまえ。
私はさらにイライラしてきた。手を出すな。俺のレモスの俺のカラルケカンネ、ベリーナイス。お前と相手さ、よそへ行け。カラクよ、その娘、わしがとどめを刺す。槍が抜けぬ。てめえの相手は俺だろうが。何を食らっているのだ、アイゼツ。腹立たしい。愚かだ。くそ、抜けろ。即死できぬというのは悲しいの。早く死ねるよう急所を狙ったが、槍を刺したままにしておいたので死ねなかったか。だがもうこれで死ねる。シャー国旗中期孤独音よ。なんだ、阿弥陀教か。なんとまあ信心深いことじゃ。まだ生きているだろうが、頭をかち割れ。挨拶わかっているからいちいち怒鳴るな。悲しくなる。さあでも死ぬ。死ぬまで何度でも首を切ってやるぜ、虫けらども。ダエル、くそ、この雷ずきは避けようがねえ。あの錫字をやろう。なんだこいつは、なぜ死なない。アイゼツが致命傷を与えているのに。なんだなんだ、あいつの方が楽しそうだな。お前はもういいぞ娘。この鬼の娘は手足を揉いだ後、お前の尺状で刺して雷ちを落とし続ければ動けまいな。わしは初めからそのつもりじゃ。なんだこの蹴りの威力は。チャラチャラチャラ。何をしているんだバカ者が。Tanjiro ingada. Hayai, sokudo ga agatta. Hayaku modori tai no ni. Futari no iru tatemono wa sugu soko na no ni. Dou suru nda? Kangaero. Souda.今ここで倒せないなら。いやでも、もしかしたら余計に事態が悪化するかも。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迷うな。もうとにかくやるしかない。禰豆子、玄弥、死ぬな。
すぐ行くから。いい加減死んだか。海贼大アラカン承知しパーソナルに出てるけ、まだ生きてるのか。何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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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何なのだ、お前は。イベントなんで出るパーソナル知りたいけ。俺の名前は品津川玄也、しっかり覚えろよ。てめえを殺せ。男の名前だ。禰豆子たちのいる建物はすぐそこだ。Moment of silence、こんにちは。あそこまで行く。一息で。方向を見誤るな。相手の飛行能力と勢いを利用する。一刻も早く。禰豆子と玄也を助けるために。逃げるのか。さっきの勢いはどうした。この大きさの翼でこれほど飛び回れない。いける。えいえい、よっぽらよっぽら。何をしているのか。禰豆子、やめろ。花だたし、花だたし。ウロギの足、わしと同じ細胞の肉、イカズチを通さない。この小僧、勘がいい。あの時この部屋に入ってきて一瞬のうちにウロギの足を刀で切っておった。戦いの起点が効く。片手じゃ首は切れない。下だ、下を狙え。あーだめ。ブロー、下をやられるとこの鬼たちはほんのわずかに回復が遅れる。おー、よし、抜ける。ってあらぐだ。プロプリラヨシゲリゲ。まずい、もう回復したのか。止まった。禰豆子、小賢しい術を。すごい、禰豆子の血は相当効いてる。禰豆子！楽しそうだの。わしも仲間に入れてくれ！なんて重圧だ！体がひしゃげる！
急がなきゃ急がなきゃ、里のみんなが危ないわ。でも私の担当してる地区から東照さんたちの里すごい近かったのね、びっくり。急いで里の崩壊近い。 No frame よ。よし頑張るぞ。This is still a better ending. This is still a better ending. போன எபிசோடு ஓ மண்டவெடி மண்டவெடியில் முடிச்சாங்க, அதனால தான் டக்குன்னு அடுத்த எபிசோட் பார்த்துட்டேன். இப்போ நான் கண்டிப்பாக இதை நான் கட் பண்ணிட்டு அடுத்த வீடியோ போட்டு அடுத்த எபிசோடு போய் பார்த்துருவேன், ரெக்கார்ட் பண்ணிடணும். பட் எனக்கு தெரிஞ்சு ஒரு நாள் கழிச்சு தான் போடுவேன். ஸோ வெயிட் பண்ணுங்கள். ரெண்டு எபிசோடு வேறு லெவல், வேறு லெவல். இது தான் எதிர்பார்த்துட்டு இருந்தேன். எனக்கு தெரியும் ரெண்டு எபிசோடு வந்து ஒரு மாதிரி இன்ட்ரடக்ஷனாக தான் போவோம், இன்ட்ரடக்ஷன் ஏரியா தான் இருக்கும். மூணாவது எபிசோடு வந்து சூடு பிடிச்சிருன்னு தெரியும், நான் எதிர்பார்த்தது தான். அழகான சூடு, செம்ம சூடு, வேறு லெவலில் போணுச்சு, செம்மையாக இருக்குது. ஓகே, ஐ எம் சாட்டிஸ்ஃபைட் வித் திஸ். பயங்கர சாட்டிஸ்ஃபேக்ஷனாக இருக்குது எனது, பயங்கர சாட்டிஸ்ஃபைடாக தான் இருக்குது. இன்னும் மூணாவது சீசன் தான், பயங்கர சாட்டிஸ்ஃபைட் தான். பார்ப்போம் இதுக்கப்புறம் என்ன பண்ணுறாங்கன்னு. எபிசோட் ஃபைவ்ல சந்திப்போம். ஓகே, ஸோ இந்த வீடியோ அவ்வளோதான். லைக் பண்ணி ஷேர் பண்ணுங்கள், சப்ஸ்கிரைப் பண்ணுங்கள். ஸோ அடுத்த வீடியோவில் பார்ப்போம். நன்றி.